所以说，情之母敬，实为爱根。这一句话了，要牢牢地记住。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常说，说爱不重啊，不生娑婆，啊，娑婆就是六道轮回呀，啊，爱不重啊，不入轮回呀，入到轮回呀，这爱很重啊，不是好事情啊，啊，一定要觉悟，叫爱根不除，心何由净。贪嗔痴慢都是从爱里面生的啊，这个根要不拔掉，你的心不能清净，心不清净呢，就不能生净土啊。我们念佛，念佛为什么？叫你清净心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，经体上给我们表示出修行的总纲领，是清净平等觉。而我们的功夫就在清净上，心净则佛土净啊！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靠清净心的，清净心就变清净佛土。是这么个道理。如果心不清净，口里面念阿弥陀佛没用啊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心里头还有贪嗔痴慢，古人讲得很好啊，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啊，啊，这一点都不错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念佛就是要恢复清净心，用佛这一念把我们九法界那个念头啊，都把它转变成佛的念头啊，这才叫念佛人呐、啊。